Tommy. Tommy,你怎么来啊？安迪，我是艾伦，冬雨哦，伊袂回来啊。冬雨一定会回来，我要去找冬雨，我袂当让冬雨离开。哎，安迪，安迪，你莫这么激动，你身体安尼，是要安怎去找冬雨啦？不用的，我一定要找到冬雨。安迪，安迪，你放心，这几天大家拢有替你注意冬雨的消息啦。你身体这么虚，就算讲你找到冬雨，你是要怎保护伊？来，你先好好休困哈，吃医生的药啊，安尼赶紧好起来，我们才会当去找冬雨。这个手指我不是幸福你啊，哪会讲你发车？我是睡多久啊？差不多半天的时间。才半天而已？那么可我哪有都感觉到我爸妈还有我姐都有来给我看几多次啊。安迪，那是因为你头壳无啥清楚，你见唔到啊啦？唔对啊！啊，你拄则毋是讲，即几工你哪有替我注意冬雨的消息？我到底困偌久啊？我已经困真济工啊！你现在要骗我？安迪，我是怕你会烦恼啊！你拄则给我吃什么药啊？上早的药啊，是为你的包包摕出来的。是医生开给你吃的啊？不是啊，那药啊，是为你的包包摕出来的，不是医生开的。我要去找医生。安迪，你别乱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你一定是你，我才困这么久，不用的，我不用困，我袂当让你成功。安迪，你是要做啥？好啊，你们咬我，起来。你放手！我的手，你敢害我？你别害我！我的手，你去救我！我不知想怎，伊去我去讲，不过我要害伊。我无，不是我，是伊敢害我？你别害我，是伊要搞害死。不是，我还等你去吃，我没等你吃。周安迪，你昏去的时阵叫的是李冬雨，你目睭一百斤要找的嘛是李冬雨，我到底是冬雨比不过伊。啊！不过即摆安迪已经知影我对伊下药啊，伊若是清醒过来，讲出真相，我一定做袂成酒家的心。我若是不要哭，妈伫个古家地，
只是更加惨的。袂用的，我袂当让这种代志发生。做要把火洗掉，我应该爱把证据留落来才对。现在的时阵无爱我，难得我着你做一个啥物都唔知的少妇，安尼较过我。郭龙仔，安迪无家己感情处理好，是阮做爸母的，无家己后生管教好，阮感觉真实的。其实我今日过来，除了跟你核实的以外，还有代志要跟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安迪现在状况不稳定，伊无多承认一个做红仔的责任。为了艾伦的未来设想，我真心建议，还是我应办离婚好。周正强，你话表面上讲了真好听，啊，不过实际上，你是想要甲你的后生斗三工，你想要先让伊恢复单身，然后再搁光明正大娶迄个李冬雨入门，对吧？郭总裁，我是真心希望趁钱嘛过会富，想要好好啊弥补错误。对，对艾伦的亏欠，我一定尽力补偿。心内伤，还佫已经受着侮辱的尊严，还佫名声，是要安怎补偿啊？阮艾伦所受着的伤害，就算你甲恁舅甲全部财产给伊，你嘛无在着补偿。郭总裁，你可能忘唔着，我拢会当理解。我就是无希望艾伦继续受着伤害，我才提出离婚。我嘛当保证，对我，阮绝对会讲一切，拢是阮男方的责任。甲艾伦、郭总裁、视天监控完全无关系。你也想到视天监控的名声，会顾虑到我郭先生的面子。好，安尼就离婚。是。艾伦，你即马谁签你？我都唔相信我郭先生的查某囝找无好的查甫人。你嘛无需要冒着性命的危险，继续去照顾你的废物。过来，签你离婚。我不爱离婚，我不爱跟安迪离婚，我不离婚做你的太太。高艾伦。拢是我，安迪今日会变安尼，拢是因为我对伊做出真超过的代志。其实我才是知影，安迪甲李冬雨迄天要去教堂见面，所以我才跳过一个大家传去啊。妈，是的，是因为我真正喜欢安迪的，我更加希望安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
妈，你原谅我好不？我拜托你，你接受我这个媳妇好不？我拜托你，让我老点在安迪的身躯边上坐。你可能后生还够安尼啊？你要去那边就继续落地酒家。爸，是我害安迪的，所以我就应该替安迪尽到责任。我还替伊好伊爸爸妈妈，阿哥阿妈，我嘛还为着伊，伫个惩罚做无错呗，一直到伊恢复健康为止。你头壳到底咧想啥话？别个怕啦！爸，我无法度养你一个后生，啊，不过这是我会当做的。我唔是贪恋酒家媳妇的位置，我嘛唔是想去准备做剩饭的负债，我是真正就是要弥补我的错误。爸，我拜托你答应我好不？首当首长，德宏，离婚这件代志，咱不是同事哩。等安迪清楚，看伊什么意思，咱才做决定，好不？多谢爸，多谢妈。爸妈，我有查过资料，嘛有问过医生，安迪即摆的状况，应该就是无法度接受现实，所以我会代替安迪，把公司的代志拢处理好好势，我嘛会把厝内底大大细细的代志，拢讲给安迪听。我相信安迪一定对安迪的病情真有帮助。爸妈，安尼咁好。信娇，我看都先让艾伦离开公司做代理副总，回到大屋啦。多谢爸妈，我一定会好好认真工作，减少大家的负担。郭龙仔，跟你所为一切，我真系真歹势。好啦，啥话拢莫讲啊，咱上面啊拢爱好好冷静些。哦，那你我跟你放心过去。就当雷轰，我送你。阿伦，你边在听无？爸爸拄仔出去有较重嘞。爸，我演技袂歹吼。只要是会当替爸完成你的愿望，这点仔条无算啥货。阿伯，我伫个圣方，爸，你想要知影啥物代志，就真方便啊。对啦，你讲我袂记把你妈妈买生日礼物啦，你也找你妈妈去经济限量版的珠宝，加工我是我送的，你家己嘛选一个，哎呀，以后你辛苦啊。多谢爸。